中背的话，你会很怀疑你到底吹到哪里去了，这样，因为它的曲调一直很像，然后一直重复，但是呢，它的那个后面又有个海水的那一段，它其实那个旋律那个接的拍子也不太一样，然后你就会吹到有一点混乱这样，但是他又坚持要背谱，所以他就搞很久。好，所以这个曲子呢，你会觉得奇怪啊，这个收到底是要升还是不要升？为什么地方有升，有的地方不升？好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这样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一个曲子里面会有升又没有升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叫做旋律小调。旋律小调是一个很奇怪的小调，就是说它往上走的时候要升，往下走的时候不要升。所以你看为什么米拉嗦拉西的嗦是升的，因为后面是嗦拉西要往上走，有没有？然后拉嗦咪为什么不要升？因为拉嗦咪往下走。所以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所以你就奇怪，奇怪，有的地方看起来又向上，有的看起来又向下，到底是要升还是不要升？对，啊，曲子最后写出来就是有的地方有升，有的地方没有升，所以大家升降要注意一下。那升降音只在一个小节里面哦，所以米拉嗦拉西这个小节里面有升嗦，但是出去了之后，哆西哆瑞咪拉嗦咪那个嗦就没有升了，所以衡量要升什么地方不要升，你要稍微要升的地方，你可以用这个红色荧光笔画一下，你就知道哦，看到这个东西才升，没有看到就都不要升。提醒自己啊，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像是二十小节那个我爱你永远都是真心的时候，咪拉嗦拉嗦，两个嗦都是要升的，因为同一个小节里面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小节比较特别，就真的两个嗦都升了这样。然后二十四也是，二十四有三个哦，拉嗦拉嗦拉嗦，好，这样就有三个都是要升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个刚好是一个就是西大对欧头来讲，你是一个西大调的关系小调 A 小调，所以你就是原来是应该拉西哆瑞咪升发升嗦拉，可是你会发现这整首歌里面没有发，所以没有升到发。要不然原来的话应该是升发往上行的时候发也要升，嗦也要升，下来的时候都没有，下来的时候是自然小调下来，这就是一个很诡异的旋律小调。好，所以太高兴了，今天只有一张，老师今天终于良心发现只发一张谱。好 ，OK， 所以老师请问，是歌词如果用英文写的话，所以才会不一样。对，其实会不一样，因为英语的断字跟中文的断字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所以你在一些转音上面会不一样。所以我那时候听邓丽君的版本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这转音怎么那么怪？然后是真的就人是这样子，就是中文是这样唱，可是我相信英文应该不是那样唱。因为我很早就会唱这个。对，他那个换字应该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很多歌改成中文之后就。虽然你找了这么强的人来唱，但是那个味道不对，就是不对这样。对，对，我回去找一下这个，你说安迪威廉斯的版本。好，我找一下。然后如果那个版本如果 OK， 没有太难弄的话，下礼拜再弄另外一个版本，因为那个版本就会以 tenor 为主，因为他是男的。对，这是以女生为主的话是以 alto 为主，所以如果那个版本 OK。因为我现在这首歌麻烦是我找不到伴奏带，所以但是 maybe 安迪威廉斯的版本会有伴奏带，国外比较多这种伴奏带，我再找一下，找到的话，我们换成 tenor 的版本，所以这礼拜先吹这个版本。
然后有几个比较有趣的装饰音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比较喜欢做的是二一，请相信的时候，这个来写一下。一般我们来做会做一个东西是，一般我们比较常做会做那个下移，也就是由下往上走的这个移音。那我们可以试试看，大家试试看，等一下这一个吼，在做哆啦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叫做下移音，哆啦嗦的时候。然后呢，这个对，往下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西啦，等于是一个西降西的这个装饰音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是我们很喜欢用的一个按键，它在哪边呢？它是这个，就是等于是我要转哆拉下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转拉下来的时候呢，我把这个降西这个 side key 这边最下面的这个一起按下去之后，再快速的放掉，所以变哆拉，有没有？叫做哆。拉，也就是，所以我会戳出来一个哆西拉，哆西拉，听吗？哆西拉，所以你在吹这个哆拉的时候呢，在吹拉之前先要按拉的时候，一起按下去这个塞 key 最下面之后，马上放掉，所以它会有一个，有哆二有一个二的这个效果。可以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哆拉，要吹拉之前，先按下西，听到西之后再放掉。在最后一个小节，最后一个小节的时候，那如果你听那个音里面的示范音乐，会听到一个哆啦哆啦，好哆，然后呢哆西西拉，这是一个那个半音阶，哆还原西降西拉。那所以这个动作跟我们刚刚做那个动作很像，但是我们这边沙松有这个 side key 很好做 auto 啦 auto tenor 刚好这边也不是太方便做，它是一个发咪瑞。不是太好做，但是 auto 刚好你有哆西拉可以用，哦哆西拉。那如果哆西拉是这样做，但是如果你是要吹下面这个哆西西拉的时候，这样做的时候就不一定很方便。哦哆西你可以哆西西拉，这个就是最下面这一行这个哆拉的上面有小小的两个西西，有没有？装饰音出来，就是最后一小节准备要翻回来的时候，后面的反复会反复到第二行哦，然后在反复之前的这个哆西西啦，大家听一下，这个现在42小节。就是你都要接拉的时候，很快做一个西西拉，所以。
的吹法，所以你要是要吹用 set key 的这个降息也是可以的，只是我自己比较习惯这个降息，所以我会用，可是你也可以用，也可以右边也是可以的，所以不一定是我用我的指法，对，你可以用升拉拉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，对。那个会很像啊，就是你会做到的啦啦啦啦啦啦很顺的那个关键是什么呢？是中间经过这个几个音是一样大的，所以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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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的西西拉是那个时间差是一样的，啦啦啦啦跟快没有关系哦。你如果吹慢啦啦啦啦，其实也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吹啦啦啦啦就会怪怪的。好，所以你那个过去的时间差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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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快慢不管，但是你就是要平均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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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这样子过来的这个滑音就会很好听，所以要平均哦，所以不用特别抢快，但是一定要平均，它就会好听。好，怎么觉得今天这么容易？讲不五分钟，好的。然后但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说，里面的这个有几个音啊，会变得很奇怪的哈。我想看咪哦 ，OK， 大家会觉得就像刚刚说英文或中文会奇怪的地方在哪边呢？你可以看一下，大概最奇怪会一直出现的是像十八小节，那个我和你复兴，中文唱成这样咪瑞哆瑞哆啦啦，对，但是。我相信英文原来应该不是这样，这样好像多塞了一个字的感觉，嘿，所以这边会觉得怪怪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中文跟英文的时候，他在解释字的时候，字的那个音节给的不一样，它会不太一样。所以如果是中文的话，大家等一下可以再听的时候，你会听到我和你复兴，你会把那个拉拉会多一个拉出来，但是我记得好像原文好像不是这样，对。然后刚刚在。听这个歌的时候啊，你应该听都会在注意这些歌词跟这些音，可是呢，等下再听一次的时候，你可以听看邓丽君偷偷塞了很多小小的转音在里面，我们都没有把它写出来，对，因为保持这个歌干干净净、简简单单，我就没有把那个小眉毛全部都写出来。但是再放一次，你听听看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它是有这种，就是有加语音的，都有这种东西，比如说，穿开心，你不要。大家听看哦 ，La so mi， 它不是 La so mi， 它是 La so mi， 所以我那个 mi 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一个升 re， 或者是 re， 看你做的手法。好，所以我们吹的时候，我们如果吹这样很直，这样很直，但是如果你就会有一个转的，可是人会自动的。去带这个东西，但是听的时候不觉得啊，就这样过了。但是再听一次看看，然后这次听一下，注意特别去听它每一个声音要进来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直接上去的，还是转上去的？你就会发现哦，这样唱歌好辛苦。那个忧欢不提，那个后面的咪不是拉嗦咪哦，它是拉嗦瑞咪，它下去又上来。
里面很多这种东西哦，再往下。在听的中间呢、啊，有没有发现你都没有听到他换气？有注意到吗？跟我们上个礼拜在听那个时间都去哪的那个换气很大声，你有听到的这种声音？你刚刚有没有听到？我刚只听到一次。对，那你知道他不是没有呼吸，也不是后面后置把它剪掉，是因为那时候的歌手换气会闪麦，他们觉得那样不好听，所以他们会闪麦。所以你如果要听那个换气的声音，然后来标逗号，你会找都找不到，因为它闪掉了。对，等一下还有第二轮哦，等一下第二轮 听看，你看有没有听到换气的声音？应该有的话，顶多就一两个，就是没闪掉，忘记闪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其实不会听到。醉梦已醒的时候就有做这个动作，有听到吗？我把它往前倒一点，大家听一下，他那个动作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动作。还有个醉梦已醒，有一个的那个声音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听到这个前面那个哆，你就会发现它不是只唱它是所以是什么？是西哆，是西哆推上去的。所以你在推西哆推上去的时候，如果你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记得哦，西哆是推什么东西？不是推前面的西哆，是推这个哦，西哆，西哆中间这个西哆哦，所以西哆啦，西哆西哆，你一定要用这个推，要不然的话前面会这样你有听到不要用前面这个西哆，你要会变这样，你会听到哒哒很大。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塞 key， 它就不会哒哒那么硬，它会哒哒。好，所以你要做西哆拉的时候，这个
哆这个哆啦哆啦，如果你前面的哆要带乙音上来的话，要记得用西哆，用这个哈，按着西，然后按这个塞 key 的中间这个，中间这个西哆西哆，所以你要按着西哆啦西哆啦。OK， 然后呢，继续往下走之后，你会发现到35的上面有写一个 fade out ending， 这样就从那边会开始它渐弱渐弱渐弱到结束。他每一个唱 La So Mi 的时候都是 La So Mi， 嘿 La So Mi， 嘿，所以如果要做个动作的话，就是升 Re， 或者是也这种东西就是可以讨论，你可以有做 Re， 也可以做升 Re， 但是看你要做那个颗粒有多大。如果你要做那个很大的一个硬很硬很大的转的话，你就用全音；但是如果你觉得转得太硬的话，你就可以用半音，嘿，这见仁见智。然后从这边开始，每一个小节它会降一点，降一点。那基本上像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伴奏带是不要拿来表演比较好的，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结束。对，所以通常是如果像这首歌的话。我知道的那个去考街头艺人的，他们的伴奏带有另外去 arrange， 就是最后面有另外再 arrange 一句话来结束这件事情，就不会这样 fade out， 这样很奇怪，这样到底要吹还是不要吹，吹渐弱又很奇怪。好的，所以这个曲子等一下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应该不是太复杂的曲子。然后我们50，对，现在都不要中间不要 hold 太久，50分。7:50开始吹。